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内又来了。杜美竹和吴亦凡闹了一番之后，没想到最终吴亦凡落得如此下场。吴亦凡被拘后，杜美竹微博清空了所有和吴亦凡相关的内容。前几天杜美竹微博显示还有47条内容，今天再去看只有38条。杜美竹删除一些内容的同时，还罕见公开了以往隐藏的旧照。杜美竹公开了一条今年3月1日的博文，说回京啦，开启忙碌的三月。不过杜美竹的这条博文内容可不简单，之前有网友截图杜美竹以往发的这条原博文，里面有贾乃亮的身影。从图中可见，杜美竹在6月1日、2日将这条博文一会儿设置仅自己可见，一会儿又设置公开，后来又设置成仅自己可见。在杜美竹以前的博文中，第7张图正是演员贾乃亮。杜美竹和贾乃亮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他们二人会共同乘坐一架私人飞机？不过现在再去看杜美竹的这条动态，他已经删除了和贾乃亮有关的照片。杜美竹和友人乘坐私人飞机出行，要乘坐4个小时的时间，他们一行人还在飞机上斗地主，对面有不少人坐在飞机上聊天，不过因为照片模糊了，看不清贾乃亮和谁坐在一起。杜美竹能乘坐私人飞机，可见他之前说的1个月10万的生活费不是没有可能。杜美竹公开这条博文后，虽然删除了有贾乃亮的那张照片，不过还是有网友截图了下来，说是不是吴亦凡带你坐的私人飞机。不过有网友说这是杜美竹舅舅的私人飞机，还有网友跟杜美竹说，亮哥知道你和凡凡恋爱吗？可以请亮哥出来吹一下吗？不得不说娱乐真是个圈。小金娜曾爆料李小璐给吴亦凡发一些暧昧的消息，不过李小璐本人已经否认杜美竹和贾乃亮曾乘坐同一架私人飞机，又吹了吴亦凡。网友还调侃说，没有吴亦凡就没有中国有嘻哈，不然贾乃亮至少有个家。细品也确实，如果没有吴亦凡就不会有中国有嘻哈这个节目，如果没有这个节目 PG One 就不会火，如果 PG One 不火，贾乃亮也不会想去签他。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啦。杜美竹这个女孩不简单，贾乃亮也不是很大众口中的好男人，都说有了新欢就会忘了旧爱，或许对于贾乃亮而言，李小璐早已成了抛之脑后的过去式。更何况贾乃亮对待爱情骨子里并不是安于现状专一的人，所以说他和李小璐离婚是有隐情的。2005年的时候，21岁的贾乃亮与19岁的何洁一起拍摄偶像剧《美丽分贝》，一个是血气方刚的大男孩，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少女，两人在剧中扮演一对情侣。那时候的贾乃亮名气没有现在大，演戏却特别的认真，他炙热的眼神、暖心的照顾，让傻傻的何洁分不清戏里戏外。就这样，两个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很快恋爱谈得热火朝天，周围的人经常见到下班后贾乃亮与何洁两个人在电影院门口也你侬我侬，手拉着手不愿分开。何洁看起来对高大帅气的贾乃亮是真的满意，笑得灿烂如花。虽然两个人都没有公开宣布恋情，知情人爆料诚心诚意的何洁计划跟贾乃亮一块买房子，可是这段恋情持续了不到1年就不了了之。据说是因为贾乃亮的父母嫌何洁个子太矮，如果结了婚会影响下一代的高度。现在看来这绝对不是真正的原因，毕竟后来做过老贾家儿媳妇的李小璐长得一点也不高。与何洁分手不久，贾乃亮和王子文公开恋爱了。王子文长得五官精致，长腿细腰，绝对比何洁更惹颜值控的男人喜欢，关键还是个子低。看来贾乃亮根本没把父母意见当回事，所以有人说贾乃亮早就喜欢上了王子文才抛弃了何洁。而贾乃亮和王子文官方给出的解释是，生死桥拍摄完毕后在大众面前作为情侣身份推荐影片，两人才日久生情。无论怎么说，笑容甜美长发飘飘的王子文在贾乃亮心里肯定更体面，所以有事没事两个人就腻歪在一起，居家过日子两个人在一起，上街买东西众目睽睽之下两人还在一起。贾乃亮也大方地带着他的正牌女友王子文上了数字节目，全国观众都知道了贾乃亮有一个小巧玲珑古怪精灵的女朋友。不过王子文当时没有一点名气，以至于人们只知道她是贾乃亮的女朋友，却根本记不住她的名字。后来王子文终于因为欢乐颂中娶妖精名震大江南北，
可是贾乃亮早已去了有名有貌的李小璐。他初识李小璐是在董璇组织的聚会上，彼时他光芒万丈，金马奖最年轻影后，都是天使惹的祸，奋斗火遍大江南北，出生更是不菲，爷爷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老员工，父亲子承父业是导演演员，母亲是八十年代中国影坛第一青春大美女，还是身价上亿的跨国公司董事长。于是一眼万年，贾乃亮一度紧张到话都不会说，拿手机给李小璐看的时候还差点扔火锅里，走路都是顺拐，直到李小璐离开他的视线他才恢复正常。人的一生能碰到自己的真爱或许只有一次，我是真的相信你去努力付出，相信爱情，否则的话很可能会失去他。不愿错失真爱的贾乃亮开始了对李小璐的疯狂追求，可此时的贾乃亮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人，主演的几部剧都不温不火，家里也不过中产阶级，于是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不平等。那一年多送花打耳钉，他费尽心思地讨李小璐欢心，差点把命都搭上，得到的仍是否定。被追捧了一年多，李小璐不乏感动，或许清楚这不是爱，他迟迟未松口，但架不住贾乃亮对他太真心。酒量一般的他第一次去见李小璐父母，拎着一瓶白酒直接默默就干了，喝完眼泪直掉，连父母都看不下去了，你看亮亮多好，你就别挑剔了。或许是父母的劝导，也或许是不舍得放弃一个深爱自己的人。在贾乃亮快要放弃时，李小璐勉强答应了他的追求，因为得来不易，所以倍加珍惜。李小璐只是说了句圣诞节对我很重要，贾乃亮早上参加完活动就在马不停蹄打飞的到片场，差点冻成冰棍儿。李小璐生病了，他寸步不离地陪了五天，头发都打捋了也不嫌弃。在求了三次婚后，他终于成功抱得美人归。他觉得这辈子做的最牛的事就是让李小璐三个字出现在自己家户口本上，可婚姻不仅仅只是一个承诺，他的最低要求还是得双方能满足彼此的基本需求。为了让李小璐满意，贾乃亮想方设法地满足他的需求，他放飞自我，拍照自黑，疯疯癫癫。李小璐喜欢嘻哈，他就学嘻哈歌手，穿着不合适的衣着，跳着不合适的舞蹈，甚至为了他喜欢的嘻哈歌手一掷千金。秦岚曾说过，贾乃亮为了李小璐真的改变了很多，一个男神变成了一个男神经，殊不知他在爱情中越是卑微到尘埃里，迷失了自我，就越难让李小璐心动。毕竟女人多喜欢被征服，而他对李小璐无限度的宠爱，无意中反倒成了捧杀。一个人始终觉得下嫁了，而一个始终觉得自己高攀了。在外人眼中的童话爱情，不安定的因素早已被贾乃亮亲手埋下。贾乃亮无论爱情还是事业，终究是一个向往追求更好的男人。如果李小璐是他对爱情的终极追求，那么接下来他必定会把更多的精力用去追求事业。果不其然，李小璐孕检时他在工作，李小璐生病时他在工作，李小璐一个人带孩子，一个人扫卫生，一个人都没有逛大街。一个长期缺少丈夫陪伴和关爱的女人，时间长了难免对青春活力的嘻哈歌吸引，所以爆出了做头发事件。2017年12月29日，夜宿门被爆出，众人大跌眼镜，各方纷纷否认。李小璐表示，当晚有五个人，大家一起开会讨论电影，马苏在旁边打配合，说他是五个人里的一个。贾乃亮也深明大义，说相信一切都很美好。可随之细节越扒越多，舆论愈演愈烈，网友调侃指鹿为马，露宿一晚，假装没事。卑微了多年的他，终于不再取悦李小璐了。一周后他发声明检讨自我，他把一切过错和责任都攒到自己身上，恳请大家给他曾信仰过的爱情留一点余地，却颇有些坐视传言的意味。李小璐不能坚守婚姻固然有错，可是从当初心怀美好走进婚姻，到如今分道扬镳，难道真的是他一个人的错吗？贾乃亮永无止境地追求美好，夫妻之间缺少关爱和陪伴才是他们离婚的真正隐情。好的婚姻能让人永远保持天真，而差的婚姻却能让人涅槃重生。以前那个嘻嘻哈哈疯疯癫癫的贾乃亮不见了，他剃了寸头，一别往日阳光青涩的模样，眼神和举止里透露出了几分刚毅。涅槃重生或许痛苦，但只有经历过了苦与痛，熬过了最黑的夜，才能见到最亮的光。此后贾乃亮只为自己而活。好了，今天的瓜就吃到这里了，大家有什么想看的，我们评论区见哦。